唉，爸爸，你咋的了？爸爸被公司开除了。爸爸，你别上火。哎，我上趟厕所啊。不行，吃屎解不了问题。滚蛋！爸爸给你办的英语补习班咋样了？不知道啊。那老师讲啥了？不懂。咋不懂呢？老师说的也不是中国话呀。学英语了吗？学了。香蕉英语怎么说？ Banana。 橘子？ Orange。 苹果？ Apple。 玉米？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。榴莲？一个刺一个刺的。谁教你的啊？你又要考试了，能不能考好？能。你走能不能的？你发誓。要是我再考不好的话，我就变成孤儿。闭嘴。